北周时代有一个人叫长孙晟，爱射箭，看见两只老鹰在空中折动，同时射穿两只老鹰，一次举动可达到双倍效果。没有射雕。换猜。好。走吧，跟我回家。科学原理是累积弹性，未能转化成动力，不射角等于两射角，所以它很难达到力的极短，变弹时抗的极短打发。游戏规则是我们会请大家弓箭射塔的指挥官是什么会请大家打工。好，讲示范呢。现在也是放弃。这样算成功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所以还要再放。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像我刚刚这样，再重新排一遍，然后有三次机会。像这样，然后完成了啦，没事可以干。